依家就得 OK 啦 ，OK 啦，啲肉已經整得好靚啦 ，OK 啦。那现在是一级，这个是一条这个馅料的一个控剂，这个是一条裂的控剂，这个神经控剂，有那个急停，打开急停。好了，现在细细那个电焊的机停，停住，你要细细那个馅料的大小。那这馅料，可以了，现在制的效果是这样的。依家先睇睇嗰啲馅个点嘅样先，啲馅，啲馅切出嚟。嗱，啲馅就系咁噶啦，入边。系啦 ，OK， 靓仔。而家睇住啲餡嘅效果係咁，而家切咗三個，都係濕度都唔係好濕嘅，佢就係咁嘅效果啦。